主宰舞台的灵魂舞者祝 Azuki 生日快乐。1月14日，今天是 Azuki 的生日，快来和他说句生日快乐吧。94年出生的 K， 原名金钟仁，在组合中也算是忙内 line。舞台下的他时不时会展现软萌的一面，是个容易害羞的感性男孩。可是一旦站上舞台，他便是性感魅力无穷的灵魂舞者。每次 solo bounce 时张弛有力，恍如艺术般的舞蹈都令人惊叹，反差萌令人更沉醉在他的魅力中，而他也很努力发挥多方面的潜能。去年便一口气拍摄了 KBS 电视剧《And Dandy》和日剧《春天来了》，他的表现令许多原本不抱期待的观众出乎意料，成功为演员之路奠下基础，也证明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同时，善良的他早前为 Big Issue 杂志义务拍摄封面，帮助吴家社的一举也引起了人们关注讨论，展现了身为偶像的正面影响力。